家好，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2020年5月20号，我中国的朋友们都在热烈的庆祝520，这是一个情侣之间过的节日，整个朋友圈全部都是代购啊，买礼物啊，送什么呀？听说今天这一天是所有男生最头疼的一天，要不然就是转红包啊，怎样啊？看我买了什么。Thank you so much. 很大份呢。这个金瓶花是买一送一的。冰起来了，他又没有给吸管，所以我只能揭开盖子喝了。嗯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盒子里面有什么吧。你是不是这样开的？汉堡，薯条诶，可是这个袋子也太小了吧。买过来，然后立刻就吃，不能放，有点硬了，面面的。一块大炸鸡，啊，这个是我的最爱啊！哒哒哒哒，很小的一小碗土豆泥。对于我一个女孩子来说，最爱吃的还是土豆泥和薯条。但对于男孩子来说，就吃炸鸡呀、肉啊、汉堡啊。不过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在 Grab 上面订 KFC 和 KFC 自己的 App 上面是不一样的配餐，不一样的 combo。Enjoy please.